500年了，我重建了观音禅院，规模比之前的更大。那些葬身火海的僧众，化为孤魂野鬼，在这黑风山间游荡，是我亲手将他们超度。 我甚至把那些经书残卷一一复原，但我知道总有一天，你还是会找上门来。北风之谜，岂是浪得？ 巨型散器之术看着花里胡哨，实则不难掌握。这黑风怪学艺不精，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。他刚才的几番变化，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。正好，小老儿收下来用。 散气，无痕无迹，里面门道大得很，自己慢慢领悟吧。
那么容易。山路凶险，不要急，莫忘了刚学的法术。
那么容易。拦住他！那家伙曾经对我说，眼不见心不乱，寻常修为，入一切相，破一切相，方得自在。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，不也疯了吗？
本大王先不与你纠缠，此番不同往昔，无人与你助力。待我取走这宝贝，哪里不能重建宝刹？小圣饶命！我已是被那天庭胁迫，若非身不由己，好端端的谁敢对那闹天宫的瘟神动手啊？龙怪说的倒不假，借再多的胆子，他也绝技不敢自己谋害大圣。这幕后指使，定然另有其人。况且这玩意儿邪乎得很，得来后根本不知如何炼化，只好高高供在上面，偶尔骗些小妖怪朝拜敛财而已。若小圣饶我这一次，我自当回到南海负荆请罪，重戴金箍，从此不再离开普陀半步。别听他掰扯，小猴子，赶紧先把大圣的遗物取回来看看。Thank you.
师父，徒弟还是想不明白，出家人尘缘已断，心海尽干，长老他为何偏偏放不下一件衣裳？若不披上这件衣裳，众生又怎知我尘缘已断，心海尽干？千重水，万重山，过了黑风第一关，红钟响，狼蛇藏，烈火熊熊，双目盲，小妖打得费劲，大怪更是仓皇，如此笨拙痴蠢，如何见得真章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黄雀是谁？我看不到。蝉与螳螂倒是遍地乱跑。扶老弟，一朝舒缓贫困期，午夜照起妙人气。无父无君无法纪，为非作歹有天必，修得大手接福利，邪风一死也惊奇，哪知不测起火起歹戏，那黄毛孽畜再回击，凶犯不死好得意，复兴横死却成谜。小施主来此的目的，老衲多少猜到几许。心急吃不着热面皮，暂且助你一臂之力。小心上路，再落得一身窟窿，可没人救。
王之计，永不得差错。
守住大门，每间屋子都不能放过，抓住叛逃者有赏。狭路狭路。正合我意。
死活。很少没了。来的刁民，速速拿下！
去，不要害我被发现。你快走，别在这里伸头探脑。除老夫所算，来者不善。Thank you.
主人们！
儿啊，你说的这些个苦楚，做爹的怎会不知？可大王一日不出谷底，你我就得再熬一日，熬住了才有活命。前些天小子们又去探了道场，气味比往前更臭，那满地的骨头渣子，不像人，不像牛羊，血根咱们一般大小。这天杀的毛团，日后大王知道了，定饶不了他。小声小声，你这瓜皮，复兴大事还得从长计议，真是可怜你那兄弟。什么味道？居然是只两脚羊，这鬼地方也有鲜肉送上门。纲纪伦常规矩天理，哪个说了才算，哪个放任不管。你瞧那鼠辈到家人亲，他怎么就落得个子王府逃死？
出门瞧半步看，神风奇术比日月，三味妙法照山海。要想解那黄毛鼠精，必须要得幸福口令。遭劫难才落得如此下场，原想跟随蜀神大人重整大，我看到他那，我狐狸。